林先生。非常的刺激啊。米先生，录音表现层次分明，演唱技术高，在乐风的展现又不失扎实的摇滚性，呈现顽团的纯粹力量和专辑的高度完整性。首先我们要感谢评审，这是对我们一个很大的鼓励。然后我们也要感谢我们公司喜国娱乐，周诗辉老师、蒋一瑜姐，还有我们的助理小兵。然后我们要感谢每一位爱我们还有我们所爱的家人，每一个父母、每一个兄弟姐妹。然后我要特别感谢我妈，谢谢。我有点紧张，我要看一下。拿 iPhone， 不好意思，我手在抖哎。就是谢谢，就是关照我们的一些工作人员跟制作团队，谢谢寿导，谢谢多多日野楼工作室，谢谢豆腐，谢谢小刚，谢谢小雨，谢谢九一工作室的阿丁，谢谢对我们很重要的郭二中老师，还有谢谢智化，还有台南的乡亲，还有高雄的乡亲，谢谢。我想谢谢从一开始到现在一直支持我们，而且跟我们现在一样为我们开心、为我们快乐的每一位好朋友，谢谢。谢谢各位前辈，谢谢各位评审。然后我想跟大家说的是，或许我们不是大家期望中得奖的人选，但是容许我在这边跟大家自我介绍，我们是迷先生，我们会继续努力，请大家多多指教，谢谢。